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。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，他们开了庆祝大会，非请我们去不可，我们全连都去了。你们去吧。啊，田大成、石德元，爹都来了。哦，来了。二姐呢？跟小秀英一块到大会上去了。老大爷，老大爷你好，老大爷你好，你们都来了啊，都来了。副班长，给你看好东西。姐做的，你猜是给谁的？我可知道，是给他做呀做呀，做了又不给，就这么放着。小马，走，开会去。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？是咱们这儿又没有山，又没有石头，还用雨衣亏你玩这么多子弹，就要打出去了。江南山多，雨水也多，到底大反攻了。大仗攻城市，可够鬼子受的。哎，以后啊，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，要打到铁路上去了。哎呀，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。哼，悄悄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告诉小英莲这一曲。岸上有过海呀，这一曲三年两载呀不会忘，这一曲呀强如林淡如雨呀，这一曲革命胜利呀在向前。是啊，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。
哎